哦，啊，哈，哦，什么？叫什么？忠贞之治。但其实不重要，我这个英雄主要是要吃人，对吧？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还行，对，还而且鳄鱼被单杀，单杀这个人。总感觉我们还是属实弟弟了一点。哎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不是，你想他耍了个鳄鱼，他线上被你单吃两回。可以。不叫，不叫，都不叫，那我叫。都不加倍，那我加倍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顺子，不要，pass。挂，懦夫，懦夫，要不起。我这样打，我的牌比较干净一点。挂。不能玩虫虫了，我看我还有的英雄玩哪个？凯南吧，可以吧？凯南我没耍过。扣钱，要不起。大王不要。好，托管了。他们能赢我这把，他们这把能赢我，我把我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把我的手里的水一口气给他喝完。要不起，太爽了！对攻，怕对缺，要不起，龙包，四打二，懦夫，怕三打一，要不起，九，舒服，感觉是奖赏。维他柠檬茶，哇，给劲哦！谢谢默默 L 送出的飞机，谢谢。我们不能当懦夫呀，我们得当那个英雄。不叫，不叫。不是，就因为有你这种心态才会输豆子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一秒的英这个牌我要叫七八勾王，当时八勾，你打吸血鬼，你调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你可以跟男家换路，卡卡丁。他扔你，谁扔我？十，接，二，pass，大王，漂亮，有机会了，这把，要不起，顺子。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抓你鸡是不是？对七，这把对面上野胜率很高。对 K，炸弹，
要不起，不要。你们输了呀。二，你们输了呀。过了。要不起。赢给我看。不要。怕吧。顺子。我他妈四川小钻风是他妈乱说的。9.6万，厉害。真以为我斗地主菜呀、啊？平时都是演的，不过是节目效果罢了。懂不懂？点火，我们上吧。雷凯，凯南这个雷凯，他好像他放的时候，他的攻击距离会变成负的。上路没闪，我听出了猫这个结果。小心点，我打野搞我一次，我没了。有眼吗？这里不会有眼啊。王子应该拿了红。戳到了，我这么猥琐他还抓我，不是他妈送吗？这个名字的
二。有点细啊，感觉你这个东西。嗯啊，就感觉很细。感觉看上去好像很细。看上去就觉得好像很细。是个有点细的人。有点细。但实际上是个渔夫。我感觉是挺细的啊，你那个。黄金，兄弟们，这是峡谷钻石，怎么会是黄金？这把好赢的，这把好赢个锤子，好赢。这补刀好像不太行，别的好像都挺行，打人很行。上路没闪，我操！我这补刀真他妈的蛇皮。补刀确实不太有点可惜。小兵用好暗影。要干他吗？不好约吧，他的大吧。我意思是我把他阴他一个被动出来。可以。啊，他没了，单吃了。
暴雨冲击万物之间。下路可以，下路对面什么技能啊？不知道。没闪现，我有点怕呀，我怕他们下路技能多。天崩地裂！我操，这波皇子支援过来了啊！我他妈一的时候，那个要再按一下才能 A， 你知道吗？要取消，把这个地。我不该去了。没事没事。继续带吗？我上路杀吸血鬼没什么意义啊。哎，这怎么能空啊？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别挂机啊！别挂机啊，可以赢。吸血鬼有个点火，不然这波老子就他妈上了，操他的嘴！
你他妈挂机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跟他有仇，你喷他呀，你日他的妈呀，你为什么要挂我的机呢？火龙，哎呦这个傻逼。他现在过来了，我龙过来的这边。嗯，我这个打团很垃圾的，现在。好厉害！你再过来，吸血鬼没那个了，没 TP 了。还要送，他不止挂机，这数字就太差了呀，真的呀，太没素质了。他说别人不想赢，他现在是最不想赢的那个。啊、这个人太他妈脑残了，我认。送你妈老逼送。举报举报举报，举报就行了。我这推塔还是挺快的吧。我感觉那会哎，男爵男爵男爵，真的男爵男爵男爵，走男爵，快，掉一路高地无所谓，掉一路高地，快，麻烦掉家了，快，我你们要扛，不然我没输出的。
不能出攻速了，我想。他妈的臭逼！哎，很烦，不是这波傻逼了。这波不打高地也要掉，但是，嗯，你这不打高地，不打大龙大高地一样掉，因为打不过这么。嗯，很惨。不，中间没对，中间我这个打团他妈我感觉很垃圾。你是 AD 的，我不敢冲进去，我只能带线。对，带线。但是那边抱团，我们少了个人，又少一个人，太伤了。举报！不给举报怎么办？他跳过等待，老子他妈今天在这守着，啊，就在这硬等，守着举报这个畜生。他妈畜生！没事，这个人耗300%没了，你们信我。这个人耗300%没了。我刚刚没跟他说那句话，我想挽救一下他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通过我的聊天，我在他做出这么粗鲁的举动之后，我善意的聊天，善意的慰问，来自于队友的关爱，用 love， 用爱去感化他，让他。好好的玩。我本来想感化他，但是他不给感化。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跟他说，是你耗没了。对。超级加倍，不加倍。难顶啊，这个兄弟。名牌，对字。对啊，名牌对四，他想对二收，他想对二收，我打什么都会被他对二，没办法，这没大牌，我打什么都会被他对二，我直接炸了呢。炸弹！这开炸弹了！6789 10，炸弹对二炸弹，全没了。你看6789 10，出什么炸弹？要不起对二炸弹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太大了，没了没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没了没了，太大了，顺子。6789 10，出什么都没用，出大你炸弹，要不起炸弹，不要，要不起对二对二炸弹，要不起王炸，没办法，他这个牌必赢的，我也拿到了，怎么办，兄弟们，我这等不了，强行不让举报，不用举报，举报没用。拿出比举报更屌的东西，刘某的 iPhone。